接下来就是为各位介绍我们的 Bam Bam Brown Sugar Fresh Milk 怎么样做制作。那首先你需要准备一个漂亮的杯子，那装入我们刚刚已经煮制好的珍珠，一个汤匙，再来就是我们刚刚煮制好的 brown sugar， 那这个是加20到25 ml， 那可以依据你喜欢的甜度而定。那在放 brown sugar 的步骤很重要，你要沿着杯慢慢转。OK， 再来我们加入冰块。然后倒入牛奶，这样子我们的 Bam Bam Brown Sugar Fresh Milk 就完成咯。